大家好，我是小杰哥。 KPL 世冠选拔赛已经结束，无缘进入世冠的战队有杭州老干爹大鹅、 XYG、 北京微博、 RNGM 和 SC 三支 KPL 战队，非常遗憾。同时要恭喜 K 甲的两支黑马战队 GOG 和东莞 WG 进入世冠正赛，喜提100万奖金。而回看 KPL 战队 RNGM 的比赛，从春季赛开始逐渐打比赛就没有拿过好成绩，而且陆陆续续爆出队内有矛盾，但一直没有证实。可这次世冠在 RNGM 赢下昆山 SC 的一场比赛后，受访打野晚秋实锤了这件事。就最近这几天其实开会很多，就是因为我们比赛前训练赛状态就不是很好，然后就是队员之间其实就是也有一些矛盾的，然后就是所以就很多就开了很多次会，然后就让我们就队员之间就要互相调节，就因为训练赛输多了，然后大家其实都不是很有信心。可以听出晚秋爆出队内有矛盾已经不是几场比赛的时间了，而从之前与 MTG 的一场比赛就能发现，虽然晚秋边路马超抗压，但也不至于十分钟没人来帮忙，是不是有点离谱了？可对于这波爆料的严重性，看月光的反应就知道了。视频的最后，请给小哲哥点赞关注支持一波，每天更新，非常感谢。就是队员之间其实就是也有一些矛盾的，然后就是所以就很多就开了很多。别说了呀，哥。队员之间就非常调解。队员之间有矛盾啊，真的是人才，你真的是人才呀、啊！我刚刚还给你加油，你现在就跑来采访携带节奏。哎呀，我真的是服了，兄弟啊，你这真的是变得越来越好，谢谢晚秋，谢谢。这完了呀，兄弟们，这不退役也得退役了呀！比赛的胜利，让我们最后把掌声送给他们。这都敢说啊，哥。